那个我们很高兴，就是荣获那个第五届那个高雄啤酒节料理的优胜冠军。那得到优胜冠军就可以进去那个高雄梦时代里面，就是做设厂这样子，就是优胜，就是一百多家之前全八名，然后入选进去。那我们的饺子最主要都是做泰式的料理。那最基那个我们卖最好的是我们的招牌是打抛肉，然后去结合我们的饺子，哦，然后它是泰国的那个必点的那个招牌菜之一。那其实第二名是我们的那个红咖喱，哦，它就是用红咖喱，它是偏椰奶香气的咖喱，然后去结合，一样是结合饺子，它口味偏就是微微的那个椰香，然后不辣这样子。那再来是我们的独家黑咖喱，哦，就是用黑枣果香下去熬的黑咖喱，然后它的馅料也都是黑色的，然后就是它就是偏果香，然后回甜，然后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吃的咖喱。那再来是我们也是卖很好的那个绿咖喱呢，它是用绿咖喱跟九层塔的香气，然后去融合绿咖喱，它会比那个招牌还要再辣一点点，但这个接受度也蛮高的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新香酸辣饺的话，它要是有柠檬，然后还有香茅，然后就去结合我们的那个饺子哦，它是偏酸酸辣辣的口味这样子。那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全省都有店，那我们总店是在高雄市的瑞丰夜市。哦，瑞丰夜市哦。对，瑞丰夜市第一排。那我们高雄还有乐和，然后乐和路，然后那个青年夜市，然后上去就是台南店，哦，台南的中西区，然后跟新营店，然后这一次往上就是苗栗、彰化都有店，然后甚至到新北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